视觉艺术是从眼睛进来的，其实眼睛进来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你的心里怎么反应的事情。塞尚也讲过，就是说，他说如果拿掉感情的话，艺术就没有什么东西了。有的时候画物它是物是降下来的，那这个物是往上升，它物是往下降，可是被风又往上升，所以在这里的话，这张画主要是在讲合欢山之物。中国传统绘画的白是留白嘛，它不做什么就留白，所以造成很多的空灵。但是我们画油画，我们的白是我们做出来的，它是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去营造出来的。静物对我来说是室内的风景。那风景对我来说是室外的静物，室外的，因为我的对我画的风景都很安静，我是用很看静物的方式在看他们，也就是看他们的结构，看他们的象征，看他们与我之间的对话。对，那我画的静物实际上来说，虽然它是一个静物，在室内的，是一个小的，可是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大千世界。我小时候就喜欢画画，对，小时候就喜欢画画。那时候我爸是清朝人嘛，所以清朝人就要练书法，所以我书法不错。然后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，我是最小，所以每一个人回来都会带着他们不同接受到的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。画画就是从小还跟你的运动习惯，或者是你的思考习惯，或者你的生活习惯，就是它跟呼吸心跳是一样的，也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就在朝朝暮暮。你可能不是现在在画画或者那个时候，可是这个事情是它一直持续的。坐好，坐下。花莲就自由自在。生长在玉里啊，那玉里的话，我爸爸喜欢那种《本草纲目》，所以以前出去说这是什么，我爸就跟你讲这是什么，哎，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，就他就跟你讲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草。那边有个蜡木，然后这边这一棵是那个红豆啊，啊，这两棵是乌鸠，这是榉木，那个是九琼。这一排都是芙蓉，这个叫紫丁香，大叶桃花心，你看那个叶子大大的。这是白宝塔，这就是紫红梅，这个是彩虹天使，这就雪中花，这个是广东粉，这叫愿望菊东至，乱世佳人。这棵樟树来自于花中对面，它大概种下去的时间跟我去念高中的时间差不多，大概50多年前。对，希望它长得好，才刚刚移过来。年轻的时候在大都市，不管是台北、纽约，就是闯荡奋斗了以后，你到了中年以后回来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那个心境是跟他的那个归去来兮是差不多的。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。是多少年来的徘徊，
啊，究竟苍白了多少年？是多少年来的等待？啊，究竟战斗了多少年？台风前的海原来是有它的蓝色，慢慢的呢，就是因为台风已经开始要来的时候，它的天空的颜色做反射，就会带一点淡紫色，然后在本身的海水的折射，然后它变更深的时候，它就会有湛蓝的到墨蓝的颜色。很多人到我们东部来，希望东部就是那个蓝，我希望我们的蓝是有深度的蓝，因为生命不是只有一个片段，你真正去看海的时候，海里面具有它的喜怒哀乐啊，就是它的颜色，它的颜色就是有包含各式各样的颜色。那海是恒动的，但是恒动之间，它也展现一种恒静。生命也是这样，它是一种恒动的状态，对，但是恒动之间，你如何保持一种恒静的一种格局？对，我们背靠着全台湾最高的山，我们面对着全世界最大的海洋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很格局很大的。我最希望我的画是带给看我画的人，第一个安静，第二个是安慰。啊，人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会从中间得到安慰的力量。安静是一种力量，它带出来的力量是一种安慰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常看一个安静，我们是一种，我们常讲千帆过境之后的安静。这个地方不是一直都是平静无波的，这个地方是一千艘船都过去以后，然后你看到海的平静。那你看过千帆过境以后，你在感受那个海的平静，那是不一样的。那个安静以后就带给你安慰，不管是往事，不管是现在所的处境，或你对未来的想法，你在这个安静里面，因为它是有经验过的安静，所以你就得到的是安慰。所以我希望我的话是带给人有安慰的力量。是这样子，这是我对我的艺术的最大的想法是这样子。归去来兮，自由自在。